是从这里吗？不用扰。看人怎么样？现在这个点儿，感觉人数倒还好。我记得我上一次过来的时候，都排到这儿了。就以前很久之前过来的那一次。哎呦，这也人，感觉也不少啊，这队排的。哦，还有人带着旅行箱过来，这还要安检的话。我看刚才有人箱子打开了，有人在那。对啊。我这打开都合不上了，这个。你看吧，其实那个进故宫的人不是特别多，都在这儿拍照呢。我们来的已经还算可以了，不用担心。好。现在故宫是不是每天都要限人流啊？得提、啊、都得提前预约，不预约当天来不了哈、啊。对啊。那你看，还有句小旗帜的这个，也不是。也是提前预约的。对，这不也不是什么节假日，还有人过来旅游的，也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北京和东京比较相似的一点就是乌鸦都挺多的。对，再绕回来看那个六百年展吧。好的。六百年就在午门。好的。但我觉得苏轼人比较多。对，我们先去苏轼看。苏轼那个展也是限流，限也是要提前预约的，是吧？啊，不用，买大通票就可以进去。啊啊！我以为这个也要预约。我们是在哪个店展出？六百年好像是在五。啊。讲讲什么？跟他讲讲时尚吗？走吧。哇，好多小朋友。文华店。好。文华店这边。好的。哎，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苏轼，发现他时间跨的还挺长的，从那个宋仁宗一直到那个宋徽宗，中间横跨那个宋神宗和哲宗。对啊，你是看那个什么？咱看那个宋仁宗那个电视剧，他不就是顾城璧？对，历史上他确实也是那个谁主考官以为欧阳修以为是自己的那个学生的那个卷子。啊、嗯，然后安排了个第二。啊，他文章里面不是有写个什么东西吗？典故吗？苏轼、欧阳修都不知道，问他了吗？他说，何必要知道什么典故啊之类的。据说那个油腻这个词就是他写出来的。啊，他给那个自己朋友写信嘛，写说情爱什么什么油腻，意思就是情爱情就得像那个什么什么一样甜腻腻之类的。啊、嗯。
希望人不要太多。希望人不要太多吧。能花的。看石渠宝笈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店？石渠宝笈不是这个店，我记得好像是西边二那里有个店，应该不是这个店。但是跟这个挺像的。是吗？是。我有点记不太清了。文华店，哇，这人好像有点多嘞。这个绢本是什么意思？小的时候，就是这个，你看这个材质，它是绢，就不是纸，它是绢，就画在绢上，所以叫绢本啊。什么羊都被画起来，它现在上面有纹理的，就是它画的那个部分哈，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底，你看嘛，它还横横竖竖的，跟纸的纹理不一样哈。绢和纸一看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蔡襄写的也是像那个比较草，他是写的什么草书是吧？行草，但是你看他的笔画那个出锋啊什么的都很利落。这个纸怎么是这个颜色的？拓本啊，就是墨踏上去。就是它没空白的，就是没踏上去了呗，是吧？不是，就你把这个纸附在那个碑上，然后你这样踏，有字的地方就是白的嘛，然后没字的地方就是你踏的墨嘛，就是黑的嘛。这个字应该是凹进去的嘛，所以它字是踏不到的。哦，是凹进去的。所以这个我刚才别的地方都是黑的。对，我刚才在想那个字，因为这是从那个应该是那个什么石刻上踏下来的嘛。我在想字要是凸出来的话，就应该反的。你想想，石刻有凸的嘛，不都基本都是凹的。苏轼的那个寒食帖好像在那个台北故宫。你看这个石泉老人也盖章了，你有没有看到？哪儿？我看错了，我以为那个葫芦就是那个乾隆盖的呢。不是，他不是那种葫芦形状的吗？就好多章都是葫芦形状，不一定是他。找找，说不定有他。他章上面写着什么“诗群听子”之类的哈。那么多章。咱们去台北故宫的时候看到这个了吗？没有。怎么好像？好像那次去的时候，那些有名的都不在台。对，怎么好像我记得好像什么都没看到。对啊，那些有名都没看到。包括他们的那个什么镇店之宝，那个什么肥玉本白菜那个什么是吧，都没有看到。都送到别的地方展去了。怎么当时赶的那个点儿也挺不巧的。来这边看看，对，清乾隆，苏轼，米是米芾是吧？应该是的。米芾的字儿还挺有特点的。米芾的字当然好了。这儿谁的呀？苏黄米菜嘛。苏轼、黄庭坚。米芾、蔡香，菜有两种说法。蔡香还是菜什么来着？还有蔡京的怎么也不错。对啊，我也在想是不是蔡京。这是两种说法吗？我刚才没敢说出来。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哎呦，这个还蛮，这是扇子吗？这是扇子啊。金尖秦楷竹宽的。哎，这是欧阳询元代的。啊，那是按顺序的，应该是这样这样绕过来，咱们是从尾巴。对 ，pocket 的这拍的这干涉条纹太严重了，你看。本来这个你看是一个像画一样的，我这里面干涉条纹，这还有干涉条纹还带彩色的，现在。哎呦，撞到了！你看你那个阴影挡住了，是他给李公麟画的三马图的写的赞文。李公麟画马非常有名啊。上次石渠宝笈的那个。古稀天子有没有看到？那个圆圈。乾隆的章啊，哎呦，啊，一角半边式的构图。哎，旁边那个是什么？就是空白的吗？我看不太明白，我也不敢发言的，我也不敢说，你能解释一下吗？我也不知道。不明觉厉，我看不懂，但是觉得很厉害的样子。但是他画的这个真好，这个水波纹，我现在用手写板都画不出这样的。他还是拿着笔画的。你看那个颜色不能行，对，不能行。清风学来水波不行。哦，清风学来水波不行，都是熟悉的句子啊。还是高中这些都会背。高中背这些我可痛苦了，特别痛苦。但是现在想想，当时应该多背一些的。是在扇面上画的啊，就这个扇面是金色的，挺好的。哎，你看这个树，这个石头，还有这么小的字，对。哎呦，真是太精致了！这个修字的这个真好看，这个字这样写真的很好看。哎，这个是明代的画吗？你看明代的画，它有个特点，它喜欢在画里面还有画。你看它那个后面的那个屏风，还上面还有画。这就是明代画的一个特征。哦，求阴的。对，小心了。这个玻璃好光。对，我这个摄像机也撞了我好几次。说明它很干净。都不是对。对。作为一个呢，下面那个字什么春中人是吧？再往下面那个是什么东西？我看不懂啊。哦，这是答呀。就是配合装修方做的方案，然后现场确认。哦，就中间有颜色浅的地方，应该是修补过的。哦，那我安排人吧。中间应该是缺了嘛。啊。这缺的是不是就修补的这些地方是有些是缺的？嗯，不是，我觉得浅的是不是原来的？哦，是浅的是原来还是深色是原来的？好，我下午发给他啊。好嘞，好，走。晚上谈了。你看，还有他写的草稿呢，是修改图啊什么的，挺有意思的。感觉他草稿的字都写的挺好的。哇，那个乾隆的那个章，我隔那么远我都能看到那个圆圈，古稀天子。你就认识这个吧？我就认识这个。他磕的太多了，他到处点赞。他盖的太多了。真的，他看到谁都一激动就盖个章。我觉得我来这个看这个展，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谁呀？这是啥呀？他像是介绍人。不懂。说那个黄庭坚的时候，我听成了包青天。我一想，包拯居然还有字，一看黄庭坚。他能不能把章搞小点？对啊，他的章都好夸张啊！太少皇帝至宝是吗？至宝，也是乾隆的，乾隆这么大。
不过这个还好，他不是直接那个搁在字儿上，搁在字儿上就蛋疼了。他不盖不少吗？哎，千农就喜欢写诗，就喜欢盖章，这弄的。那好多穿汉服的过来，而且都是明代汉服的啊，故宫以明代汉服为主。像那个西安那边可能就要以汉朝、汉唐、汉唐、唐朝。Thank you.